Dear 微微，谈恋爱的不确定感就像穿着外扩又跑来跑去的内衣，令人好不安。我好像已经不知道怎么去爱上一个人了。Mia 过了一个岁数，有些事情就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。却在不经意时想起遗忘已久的自己。原来忘记只是因为不再适合。多少次都还是会哭的韩剧，女人啊，可以忘了很多事，却从来不会忘记怎么去爱。没试过，又怎么会知道适不适合呢？给为爱情不安的你，魔素 W 选的前进勇气。爱情从试穿开始吧 ，Audrey。